原籍巡逻发现了可疑骑士，把人压制，但是他不断挣扎。哎，干嘛呀？救！拿赤膊的男子已经被喷了辣椒水，满脸湿哒哒，眼睛刺痛，相当不舒服，但他还是企图挣脱。看看男子被压制前的监视器画面，其实他是把机车丢在了一边，在巷子里面和远景你追我跑。一开始，骑士穿的橘色上衣，来来回回和远景追逐的时候，衣服一件一件挣扎中被扯掉。他是边跑边摔，甚至小巷中跑到了大马路，死命的想要摆脱远景。68年次的嫌犯被远景压制的时候，已经跑了200多公尺。原来他是毒品通缉犯，刑期20年。看到远景后，骑车加速逃逸，并拒绝远景盘查，逃至巷弄内。随后见无路可逃，便弃车逃逸，顽强抵抗警方拦查。过程中，远景趁机朝其喷洒辣椒水，得知郭男为毒品通缉犯，依法将其逮捕归案。毒品交易判刑定谳，嫌犯躲了2年不想面对。这一次晚上10点多骑车，看见巡逻员警心虚落跑被盯上，跌跌撞撞逃避查缉，跑了200公尺，又是警力把人给压制，20年的刑期，他得乖乖面对。三立新闻张哲如、朱雨荣高雄报道。